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啊，各位请就座。好，我们现在处理这个第九条啊，各位同仁有没有要提出进一步说明的？来，我请赖委员。这个跟各位报告啊，第九条啊，这个如果你看一下民进党团这个其他的话，你就发现真的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啊，他现在说争议的不可以弄啊，这个不可以定啊，争议谁来决定啊？争议就是由总统当选人来定啊，这个真的像老婆一样啊，这个他的有权无责的两次方、三次方了哈。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这个主席啊，这个一直执着这个案子，这么认真在审查这个案子啊，我是具体建议了，就用这个修正版哈、啊，叫做这个可以看一下修正版这里面的、啊、总统、副总统，各了各了，然后所有的包括。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就是现任总统应该先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其实这意思大家都蛮接近的了啊、哦，就是他简单来讲，你也可以拍想说他不可以，做这些你们想说不让他做的事情，几乎都不能做了。重大政策、特别预算、要缔结国际条约、签署两岸的关系条例，这些都要跟总统当选人来商量，他才能做。否则不能做啊！你等下赌，所以赌一赌，大家意见没有差太多，但是那个味道感觉是不一样的了。那个感觉的话，就有比较我们这样的修正版比较尊重现任的总统的职权了。我想，如果套用主席刚刚所讲的话，现在来讲的话，可能这一任用不到的话，那就针对蔡总统了。所以这个话就是针对蔡总统，就让他这个比较顺理成章，他的职权可以行使到5月20号，不管4年后或者8年后的啊，做这样说明，谢谢。当然，我是希望我们这一任的总统先来试用一下，然后这个因为试用时间很短啊，试用一下啊，时间很短嘛，试试看啊。来，李进义委员，但我先提醒一下，我刚才问过休息时间，问过这个行政院宋副秘书长啊，就是这个版本啊，国民党的修正版有，我自己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增重大政策特别预算，这个跟后面的缔结国际条约或是两岸的协议哦，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那前面那个应该是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关系，后面那个才是总统跟总统当选人可能比较直接相关，所以那个部分就会回到这个时代力量那个版本啊。就是第一个部分呢、啊，是不是要用时代力量版本的那个处理方式？好，不好意思，来李俊宇委员。这个刚刚大家已经谈过了哈，我们定这个法，希望未来这个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哈，所以希望它法制化。那我提供几个给大家参考哈，2008年国民党的版本，它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凡新任总统当选人认定之未执行争议政策、命令、国际条约、特别预算的，均应冻结。只要新任总统认为都要冻结的，全部都要冻结。还有2008年吕学章版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条文。2005年，凡新任总统当选人认定之未执行争议政策、命令、国际条约、特别预算，均应冻结。这主持都在新任总统嘛？然后2000年，我们赖世葆委员提的也是这样嘛，凡未执行之争议性命令、国际条约、特别预算，只要新任总统认为不应该、不适合的，通通冻结。那怎么会现在就换了脑袋，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呢？那所以其实非常清楚嘛，最主要要这个部分就是要避免这个卸任总统在他卸任之前还做这样的动作哦。比如说我如果去其他国家跟人家签订这个10年长期合作计划，那这样。其实你有没有权利帮10年后的政府决定事情？这一条的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嘛。所以这个原来民进党版就说得很清楚，如果有重大争议，本来就是由国会决定嘛。好，那至于说条约跟协议，那本来就是不能签嘛，就是这么清楚。以上，谢谢。这个我讲一下啊，好，谢谢。刚刚简单，我先补充一下，所以2008年都不会过嘛，2005年也不会过嘛，因为大家觉得那样子可能不好。
那个案子没有过，你就不要一直讲说过去谁提什么的。那时候我提的时候是我在新党，也不在国民党啊。这个里面立场也不一样。我在，但国民党那时候在反对党。但国民党比较理智的，就对、欸。不是不是，我在反对党。大家不要一直斗嘴了嘛，好不好？不要在这里弄，我觉得大家都大人了嘛，大家跟小孩子一样，一下子考谁来，一下考谁鬼局，无聊嘛。好了好了了，汪委。对我想我很赞成刚刚这个顾大律师讲的哈，这个去讲2008年版本这没什么意义哈。此时此刻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现行的各党团提出来的版本了哈。我要讲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整个交接条例，我还再重复一遍，整个交接条例虽然刚刚这个主席在讲说我们还是有防弊的精神，但是说有防弊的精神也不应该去减损现有总统他应该有的职权，这个是我们宪法保障。跟规定的，我想我们顾大律师也在这边了，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讨论这个人事案的时候呢，有违宪争议的，我们就直接把它拿掉了。那这个第九条同样的原则，有涉及到违宪的，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很有共识啊。涉及到违宪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去破坏权力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了。涉及到违宪的条文，我们也应该要把它拿掉。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提到的，怎么会有总统当选人发动权力这么大，由他来认定重大争议？什么是重大争议？由他来发动，由他来认定，而且由他来决定。我想这样子在整个对于现任总统的职权，的确也是有不尊重的地方。所以本席还是认为，经过大家深思熟虑之后，国民党再次提出来的修正动议。事实上，不是他其实咨询是可以，但刚刚这个主席提到，就是说他两个层次，前面那个预算的部分，我也觉得你刚刚提出来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就是说针对总统的职权，他要去缔约签署的这个权利，这个部分不应对现任总统有所限缩，但是呢，我们同意出现。有一些真的有必要的时候呢，这些重大政策的时候，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这个是可以同意的。那刚刚提到说预算的部分，就是有关预算部分是行政院跟立法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放在这边，还是要放在哪里？这个层次的问题，本席认为可以另外再处理。汪委，这个刚才民进党就针对这个条文的修正版本，刚才也已经宣读过了啊，请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修正动议的这一本的26-1页，啊，9-1啊，这是民进党的这个修正条文第九条的修正条文啊。那么有哪一位要代表说明一下？来，我们请顾委员吗？顾委员还是李委？顾委员，我这个部分哈，如果对照国民党的修正版本的话，你看第一项的话，大概在指这一个。缔结条约或签署这个两岸的协议啦，那就这一个部分的话，跟国民党的这一个修正动议里面也是有一个缔结条约跟签署这一个两岸的这个协议，那么一样有这一个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那这个部分大家是不是可以统合一下？哦，那这是第一项在处理的部分。那国民党的版本里面讲的这个有关这一个经立法，就是说。预算的这一个部分，预算的部分呢，民进党这边呢，党团提出来的是试图让这个预算的部分呢能够比较清楚一点。那方法就是说，有关除了依照预算法83条第一款到第三款，除了那个为了国防紧急的设施或战争、国家经济的重大变故、重大灾变等等的这个情况所提的特别预算的话呢。中央政府啊，这个地方因为规范的也不是在规范总统了，然后是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是中央政府的各级机关，那么在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国民党一直在讲限缩总统职权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到的是中央政府不得为新增计划的核定跟预算的编制，那这个看国民党这边啊，还有我是其他的委员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就这一个部分可不可以接受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就这一个立法院通过的预算跟经常性的支出呢，那规范说也是规范，应该是规范各级的行政机关，就是说执行以月份的比例分配或依七月进度拨付经费，那不要有未依比例或进度分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规范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过细哈、哦，那可以大家再讨论一下看看哈、哦，好不好？那另外一个哈、哦，另外一个就是重大政策的部分。那么国民党版也提到说这个重大政策，那因为重大政策
当然也有涉及到两岸国防外交的，当然也有可能涉及到是属于行政机关的这个部分了哈，行政机关的这个部分。那民进党版现在是提出来，就是说，总统当选人认为有争议性的政策命令预算的话呢，也是拟具书面意见送交接小组，那由交接小组协商之，哦，没有进一步的再规范说要以谁的认定为准。那协商之后，要怎么处置？我看这个有相关，大家要去负担相关的政治责任，或者依照现在已经逐渐成型的宪政惯例，大家来再来操作这样子，好吧？好，来，这个两位需要时间再看一下吗？来，请熊副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条文，我想在原则上面，我想有几个这个建议，请这个委员会这边是不是可以纳入参考？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学者专家的座谈会里面有多位学者哈，这里面包括陈英勤教授、杨太顺教授、苏彦图及吴崇礼他们几个教授啊，他们有提到一个最小例化的概念。那事实上那天顾委员也跟那个陈英勤教授也有几次，还有那个陈什么祥，那个叫陈的，对，他们有都谈到这个最小立法的概念哈。那所谓最小立法，那天好像我的印象所及，好像是提到讲说有共识的部分，哦，有共识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就有共识的部分用最小立法的方式来处理？那像那个吴崇礼吴研究员提到讲说，这个总统交接条例本身是法以立的这样的一个争执，如果用一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来规范有些政治上的一些争议，尤其要限缩总统职权是属于宪法上职权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要非常非常的慎重。那么再来一个就是有对那个争议本身这样的一个 definition 要来做厘清，本身就是非常大费周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慎重的这样一个立法的一个考量？以上。副院长，你没有听坦白讲了，应该你要征询你一件事，你针对这个条文，这个民进党党团的修正动议，你具体来说，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不适当，或者规范的太细或太严苛？我们就讲道理了哈。是。那你所谓的大和小，它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落实到现实的条文上来看，它符不符合你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简单讲，你现在这个中央政府他要缔结条约或者签署这个两岸协议啊，那你咨询了总统当选人的意见啊，这个跟行政版本是一样的。是。那你把这个咨询意见之后呢，他可能赞成，可能反对，他有可能赞成啊，对不对？好，那你就把这个意见跟你要去签条，你就送到立法院来，啊，要你想要签署的这个条约。那你本来就要送到立法院来嘛，是对不对？这个也没有错啊。那你就是把那个意见一起送进来，就是说广为周知，说啊，我们这个总统当选，他对我这个想要去定的这个条约或者协议，他是赞成或对他对哪一部分有意见，他你一起送进来，那么让大家也知道你们曾经讨论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对于这种新增的跨年期的计划的核定。也就是说，这个计划本来是没有的，不，它不是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它是可能从现在要开始的，或者是下一年才要开始。你现在开始去核定这个计划了，或者是说你这个你开始要去编制这个计划的预算了，那你先请暂缓，先不要啊，因为你这是一个新的计划嘛。第三个部分呢，你如果有对于这个重大的。你觉得当选人觉得有重大争议，请你也不用来找我总统啊，我们有个交接小组，你把这个东西你送到交接去讨论，讨论出来什么结果不知道，但是你们各自去判断，结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哦，你可能谈完之后呢，你总统觉得说好了，那就照你的，反正以后政府是你的嘛，那有可能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是坚持，那这个里面没有做任何的规范，好，说一定要听谁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经常性的，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前面四个月或者五个月就把所有一年的经常性支出全部花完了，这个当然是防弊，好，现实上有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好，但是
这个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来问一下您的意见。是，那针对刚才召集委员的特别的垂询，这个部分我分几个部分来谈了。那因为国民党版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先谈民进党版现在修正法案里面呢第一项的部分了，一直从那个自总统、副总统一直到那个先咨询当选人意见，并将执行结果这个部分呢，事实上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规范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个缔结条约法。那缔结条约法上面已经做很明文的规定，照着缔结条约程序怎么做，那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示性、民事性的这样的规定？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总统当选的意见一并你收到一并送进来立法院，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咨询总统当选意见是你们如果是国民党版提出来，就是行政院版提出来也都有这个咨询嘛？也对对对。那我觉得咨询完了以后的后续的处理，因为现在有缔结条约的相关的这个程序规定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要在这边就重复的来规定，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意见。啊，我在打岔，他没有重复规定，他跟缔结条约的那个相关的规定，他其实多了一个，就是你把总统当选的意见，你咨询过他的意见，你用书面一起送进来。对啊，这个表示说你们有谈过了。啊，因为我对整个缔结条约的程序不是很清楚。那个，来外交部来说明一下，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包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我们去年七月一号这个。就是大院通过条约缔结法，总统七月三号通过之后，其实我们目前的条约缔结法对于这个整个条约缔结程序，尤其包括大院对于条约的审查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分别规定在第六条、第八条跟第十条。那就是在签署前呢，要先跟大院核商委员会就这个可能争议方针政策做一个报告跟说明。好，这是在签署前，然后之后送审的程序。那另外我们也后来在也定了一个施行细则，那施行细则又就相关的程序有做更细致的规范，尤其是针对涉及国家重要权益的这个条约，比方说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开放市场的条约等等，它有更细致的规范跟协定。那确实没有像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交接条例里面所提到的假设说还要将这个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当然知道没有了。我现在问你说，你觉得这样子你们反对不反对了？这个我跟主席报告，对，跟主席报告就是这样子。第一个，但我们现在交接条例里面有关于这个缔约程序的相关的规定哦。这个就外交部的立场，第一个当然是宪法第三十八条里面有明文规定这个总统缔约权，所以外交部当然说我们相关法律的设计都应该要。遵照宪法跟宪法的规定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然就因为我们有条约缔结法也有规定了，那所以相关缔约程序。好了，你请回了，我要问你的问题你问不出来。没有合理的义务就赶快给他打。不是啦，因为他只是在念条文，我何必他要他来念条文呢？对不对？我只是希望他如果反对就告诉我他反对。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他讲的不明白嘛。不，我叫事务官来反对，其实也不太对了。那我们听得很明白，主席，我可以补充。谢谢。来，副院长，你总统府到底有没有意见？我坦白讲了，这整个就是多一个东西，就是把总统当选人的意见，不管他是赞成反对，你就一起送进来，这有什么问题？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来？请江委员，不好意思。这样哈，就是说。民进党这个版本，当然他，我看起来是，也不能说他不对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缔结的条约是不是已经他完成整个谈判要送到立法院了？如果他已经完成谈判，而不是新增即将缔结的，啊，是已经缔结的签字的，只是要送到立法院来 ratify， 啊，那实际上权力是在立法院。那有没有这个新任总统的咨询？更何况这个咨询应该看这个条文是没有约束力啦，它只是一个意见的表述，说我的这个总统当选人我有没有意见，好，我赞成或者我有什么样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样。但是关键还是在立法院，所以立法院能不能让这个条约通过，啊，签行政部门签署的条约通过，这是关键啊。所以我觉得，除非这里是改成说，对于即将
才要去谈的，好，或者是说这个谈判可能新增的这一种的，好，否则如果说他是已经签完要送到立法院了，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可有可无啦，可有可无啦，其实它的意义不会特别大啦，好，反倒是在这个新增的这一部分啊。那第二点就是说，这有提到，第二款哦，总统副总统这个选举投票当日到他就任期间，中央政府不得为新增或跨年的计划核定他的预算编制这个部分啊、哦，这个当然涉及到说，到底从投票日到就职日的时间有多长，对不对？还有我们选举的时间会不会永远都是在我们过去这一两年所谓的一月几号？好、哦，有没有可能是前一年度来选？以后的这个总统任期，这我不知道了哈。哎、哦，总统的这个选举的日期，还有这个这中间从投票日到就职日，因为这一次有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eriod， 好、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一款到底能不能用的一个问题了哈、哦。你也不能说，假设说到时候，投票日到就职有5个月，然后这一个现任总统他都不能去核定，可能是一些重要的计划，好、哦，即便他是跨年度，或者是他不是跨年度的了，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可能也必须要，小心的来制定的，好、哦。来这个曾委员第一次发言，好不好？然后林文洲委员，好，谢谢。有关第四项的部分呢、啊，他是讲预算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依照分配预算来支用哈。我想经常性的支出没问题，预算的话，到时候这段期间发生重大的灾变了，没有钱可以花哦。这个，那时候可能没有钱哦。这样规定啊，会衍生很重大的争议哦。不相信你问一下主计处。因为你要按照分配比例啊，但你超过这些钱你怎么办？你动不了钱，所以这个真的这样实务上会有问题。谢谢。来，林维洲委员之后，来郑委员。我想哦，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国民党后来也有提出修正的动议啊、哦，那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要咨询总统当选人，其实主要关键在这里嘛，就是说重大的条约的缔结啊，两岸关系两岸的那个条例啊，在协议啊，重大的协议要不要咨询总统当选人啊，这件事嘛，这是一个关键嘛，要不要咨询总统当选人齁、哦、那我觉得齁、哦、我个人是认为有他的必要啦，咨询总统当选人啊，但是咨询的结果哈、哦，并没有说，法律的那个禁止啊、哦，说你不能怎么做，但是那是一种咨询啊，但是那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有咨询的形式出来，那这个到时候自然有政治的后果嘛，哦，就是说。咨询之后到底意见同不同，要不要遵循、哦、要不要参考这个当选人的意见，这个都是会有政治后果，这个大家都会去衡量的啦，但是有这要不要有这个制度啦，要咨询当然要做这些重大政策之前啊，我个人是认为有它的必要啦，因为最少哈、哦、建立起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宪政惯例哈、哦、在这个期间哈，也尊重当选人，然后呢，同时呢，也希望哈，这个交接哈的过程哈是更为顺利啊，因为所有的重大政策有咨询过之后，跟没有咨询过，我想哈，这个对于缓和这个，如果换成不同党来啊执政哈，应该缓和这样子的这个 gap 哈，就是说差，就是大家的这个。冲突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赞成，就是说要咨询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郑委员，有关这个第一项，就是民进党党团的第一项的修正动议的第一项啊，我是赞成这个江委员
啊的意见啊，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定出来？因为事实上到后来还是立法院在做决定啊。那第二项的部分呢，有关预算的编列，最后当然都是也是立法院啊来做决定，哪怕是一个计划的核定，计划的核定之后，根据计划来编列预算，到后来还是要送到立法院，最后还是立法院来做决定，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做参考，尤其是有一些是跨年，原来前一期的计划结束了，然后他必须要新的接续的计划，后续的计划，那如果计划没有核定，就没有办法编预算。哦，所以这个时间差是会有的，哦，是不是以后都是520也不一定，是不是都是一月也不一定，哦，所以这个部分到后来都还是要到立法院，有计划才有预算。而事实上哈，经过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啊，有一个新的发明呢，刚核定的计划，新的政府就有一个所谓的滚动性啊。那个叫那个，宋副秘书长，名称叫什么？滚动修正啊，滚动修正。所以其实第二年都修正了啦，啊，都修正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疑虑，都可以修正，啊，什么滚动，那个也是那时候才开始出来的了。哦，我这个事务官在那个时候，蓝绿执政都当了哈，都知道啊。以上。王委员，好，来，王委员，好，谢谢主席哦。我想针对第九条，第一项的部分，刚刚其实外交部的回答非常的详实了哈。我们现在总统要缔结任何条约，我们立法院已经立法了，所以它完全受立法院的监督。所以本席认为，我们在第九条第一项还特别说，这个拟定签署的条约或协议内容函送立法院，我想这真的是重复了，大可不必了哈。但是咨询总统当选人是必要的，所以这一个国民党我们的版本我们也是赞成。我想我们在总统交接条例最重要的精神，大概就是咨询总统当选这样的意见。但是再送到立法院，这个真的是我们就按现行的我们通过的法令，我们立法院有监督权，就按照原来的制度监督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第三项，这个提到的就是说，民进党团的版本呢，他说总统当选人任有争议性之政策、命令、预算，得领具书面意见，送交第四条所定的交接小组，由交接小组协商之。我这边要请教的就是，民进党这边哦，协商了之后呢？就协商这样。那如果说这个现任总统他认为他的这样的决定还是正确的，然后呢，就是要那个过程而已。所以这个协商小组不具有，就只是送，就是有一个送的过程。对，那所以放在这边的那个意义为何啦？就是说，那这样的意义为何啦？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个善意的话，那就是大家参雄嘛，大家协商讲一讲，发表一下意见。你送到这边看起来意思也是一样嘛，送进去然后也是听就听，不听就不听嘛，也没有任何的决定性的效果。所以这个定的那个必要性啊，本席这边也是觉得这个有待商议啊。最后一项有关于预算的部分哦，我想这个政府各项的预算哦，你要看它的属性。有一些的计划不是说我一年12个月都是按比例分配下来执行，他可能上半年就要执行，或者是像现在登革热台南已经发生第一例了，所以他已经要开始他的防疫的经费，他现在就要全部下去了，我还按12个月等比例的分配，那是不可行的事情。所以可能这个第
最后这个第四项这样子写的话，我觉得他那个疑虑就是没有按照没有衡量实际的状况，实情是每一个预算都有它的特殊性跟它的必要性，所以如果把每一项预算都拉来平均十二个月分摊，在实务执行上恐怕会有挚爱难行，而且可能会去影响到，比如说像是这种防疫比较重大的事项。所以以上几点是本席看完民进党党团版本之后提出来的一些意见跟看法，这个请参考，谢谢。来，请顾委员。我做一个试图融合这两个版本的第一项的修正了哈。那就是说前面那一个字什么什么时候就任期间不动嘛齁，那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与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定协议前，那另外就是说在融合国民党版的这个所谓的新增重大政策特别预算或有新增重大政策特别预算时，应先征询总统当选人意见，然后后面的并将咨询结果什么就拿掉，这样可以吗？建议是不要这样定啊，因为你新增的预算、你重大政策都是行政院啊。对，所以我前面有包括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与缔结条约，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签署这个协议啊，也不是总统签，是。应该是行政院吧，这个部分好像不是那个两岸的协议。两岸协议不是，但是条约。对对，所以我才会挂两个帽子。我的意思说，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与缔结条约或签署什么什么协议前，或新增重大政策或特别预算时，应先征询总统当选人意见。我们先解决第一项的问题，我们再逐步再解决第二项、第三项跟。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了，看大家意见怎么样。这样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于是差不多是国民党的那个修正版嘛，只是你把它多了一个这个中央行政机关呐、啊。好，好，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有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就受限到这几个版本的文字了哈，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可能要先去确定说我们这一条所要规范的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就是说在上一次公听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学者提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在法国他们的这所谓的共和政体的时候，那半总统制下面呢，就是你只要进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交接的时候，就是一个看守政府嘛，那你看守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说，你对日常公权力你在日常的运作的这个东西，或是维系公权力的延续性的相关事项，你当然可以继续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紧急的状态的一个救助，你也要继续做。那你不能够做的就是说，你会改变这些延续性、持续性的这些的效果的这些的政务的事项，你都不能够做。好，那这样才是属于那个看守嘛，就你看守其实是要让这个两个政府能够就是无缝接轨，然后让整个一个社会能够稳定，让国家的安全能够稳定。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属于日常事务的你该做的你就是要继续的做，然后呢你属于紧急状态的你应该去做。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会改变到这种所谓延续性的或是在持续性的这种东西的，那你就不能够做。所以在这里如果说好牵涉到这种所谓的重大争议的，就你已经不是已经超出这种所谓日常的或是这种紧急状态，你去弄一个新增的一些新的事项出来的话，那个就不应该做。那如果你要做，那你就可能应该要跟总统当选人一起去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怎么样？因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好协商，那协商不成怎么办？就没有结果了，那就让社会就发生很大的一直争吵。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好，那协商不成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就送到立法院来解决嘛，对不对？因为立法院已经是新的国会了嘛，所以就送到立法院来解决。那如果说好，如果牵涉到这所谓的宪法上的争议，那要不要送大法官会议去解释嘛？不过如果要送到大法官会议解释的话，那就把它限制期限，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三十天内，你大法官要做出解释出来。那不然的话就没有用嘛。那或是我们其实只是把它规定到说，那你就送到立法院，由立法院来裁决。反正国会已经是新的国会，是符合民意的国会，那也就是由国会来做决定。那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几个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下，那大家再来把它定文字，否则的话就会吵不完。嘿，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了哈。这有委员讲的是完全没有错。
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实上遇到的状况，譬如说以这一届来说，因为交这个看守期会比较长，交接期的确是比较长，所以你不有一些这个例外的处理，或者是这个去设想推想各种状况，那么在这个原则之外去做一些例外的处理的话，那我是比较担心会有一些状况会没有办法应付了哈。不晓得是，请说。容我提醒大家哈，今天是3月几号？不，对不起啊，我讲的网友，我讲的不只是这一届。对了，对。我们以后有可能，如果就这一届其实也不适用，大家一直说很长很长，其实早就过一半。如果现行制度不变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有同仁提到说会有可能5个月以上，我觉得那现实上大概不太会了，但是4个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交接期或者看守期，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用其他国家的原则来处理，这个基本上我是同意这样子看的，好不好？但是好，那么其他的同仁有没有意见？就刚才顾委员所提的，顾委员指的是民进党党团的修正动议的第一项的修正。啊？对了，第一项跟第二项。来，请说。是。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员徐永义，这个跟委员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这个预算呢、啊，其实是它有时程限制的嘛，我们就是8月底之前要送进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目前正在这个概算阶段，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时程去做了啊。那行政院要核定计划，我们才有办法去给它概算额度下去。好，那等新政府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再发文。那我们要请部会可能概算先报上来，那新政府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发文请各部会再修正，好，有没有根据新的首长，他有没有新的政策，或是说原来的计划有没有要修正的，重新再把数据啊再往上报，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个新政计划或是预算呢、啊，其实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哈，说新政府上面他会可以有个处理弹性在，哎对，那主要是说。这预算部分应该是不用再去做限制，主要是说这个针对计划啦，哦，争议性的计划是要做怎么处理，哦，那预算是跟着这个计划在后面嘛，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计划还是要按照这个期程做，要不然这个会耽误到我们这个预算送的时间啊。以上报告。好，谢谢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来，副秘书长，请说。那个尤委员所提到的两个概念哈，第一个就是说法国那个概念，因为那天我们听郝教授在谈嘛。可是我印象所及，纵使他有这样的一个惯例，说你例行性不能做特别那个改变的状况，可是法国他好像没有定交接的专法嘛，是不是？对，也就是对对对，也就是说对有争议的部分的时候，在法国也是一种。用宪政的惯例跟宪政的那个就政治的手段来处理，他没有定专法来处理这一块。同样，这个概念在民进党的党团的修正的条文里面的第三项有没有？对于说，当选人如果认为有争议的政策、命令、预算，得具书面意见到交接小组，也是协商嘛，所以也没有对说这个协商的结果，我们现任总统要不要接受？所以同然，他等于有一个 open 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说。并没有去约束一定很 rigid 你要怎么做，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综合尤其在文字上面有没有这个民进党团这个四项的这种这个精神，如果以这种概念来精神来浓缩的话，那事实上国民党团的版本里面是应该可以涵盖以上。来，赖委员，这个我很仔细的对了一下国民两的修正版哦。其实大家在处理什么，那看现在民进党的版本啊，第九条的第一项在处理缔约啦，第二项在处理新增预算，第三项在处理争议性的政策命令预算，第四项呢就是旧的计划按照比例来执行，大概这个分你们分四大项啊，大概就四大重点。
那跟国民党团的这个修正版里面呢、啊，也大概都处理了哈、啊。他这里一开始只是用比较简洁的角度来写，他叫法律预算经常性的支出啊，经常性的支出就对应到你们的预算按比例啊，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了哈、啊。然后再过来就是缔约，包括两岸，包括跟国际之间的啊。所以其实这两个版本呢、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在于你们多了第三项，这个地方叫争议的政策命令预算，就争议性是谁要来认定啊？是因为你们等于是总统当选人，那这一项，我认为这一项应该熊秘书要多讲一下、啊，就这一项是外界学者专家认为比较有违宪之余的啦。那所以如果能够用国民党的一个党版的话，现在的修正版是他咨询嘛？你看现任不是薛道子，现任关键修正版本跟违宪都一个没关系啦。不是薛道子嘛？那把话讲，不要插嘴嘛。现任总统应该咨询，我想帮你嘛，想帮他弄 closing 嘛哦，咨询总统当选的意见呢、啊。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啊，刚才廖主席做一个球给熊秘书长，我们伟大的英俊的熊副秘书长，球没有接好。就是请你用白话文讲，就是民进党这个版本，阿拉伯叫你民进党版本鬼头啊，有什么问题？也是跟你原来讲的有什么问题？但你没有讲得很清楚啦，就是因为民进党的修正版本，民进党的修正版本，因为其实很合理，他不太讲得出来，是这样子吗？他讲不出来反对、啊，他就说、对嘛，所以你就不敢反对，所以你让不是嘛？怎么不敢反对？他常常在反对，他讲不出来反对的理由嘛。你跟我不要跟我单棍了。光听、欸，你让主席误解了、啊，主席这么 smart 的误解你行吗？事实上，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讲说最小立法的这种概念嘛，哈，对，也就是说，事实上在第一条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在第一项的部分，国民党团的版本已经有处理了嘛？哦、那至于说要不要将这个协议内容送立法院并案审查，因为现在缔结条约法里面有没有已经有在做这个规定性的处理，但我是说要不要在这边处理，这是我当时的意见。那么第二个，那个有关于这个预算的部分，我很同意我们公务预算处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这个预算执行现在预算法里面有明文的公定啊，事实上真正大家关心的是在第三项嘛，就是说你有争议啊，事实上我现在就实务上来讲的话哈、哦，事实上我们现在行政院它分四类嘛。就是要加强沟通，持续沟通，然后尊重新任政府。那这个东西我们整理出案件以后，现在本来就在我们交接小组就在处理了嘛，就处理。那事实上处理完了以后，我们事实上我刚才才会讲回应那个尤美你尤委意见，就是说，纵使法国他有这样规定，可是法国他没有明定那个交接的正式的那种条文。换句话，这个东西就是双方要展现最大的诚意，让这个事情。那国民党现在展现的诚意是。尤其我们在协商的过程中，有几个像教育部的高教室蓝图那个部分有没有？实际上教育部都接受了这个新任政府的意见，也做了一些计划上的推动。也说这个在交接小组里面是可以产生这个功能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做这个文字上再怎么融入？但是我基本上现在觉得说，刚才所谈的几个概念，国民党的版本里面是可以容纳这些精神以上。好，来黄委员。因为就政权交接啊的部分呢，时代力量党团自己开过公听会，那大院就是我本院啊所开的公听会，出席的那几个专家学者，包括刘德的陈寅潜、刘发的郝培芝、刘美的苏彦图，他们个别的意见呢、啊，我大概非常非常的熟悉啊。那我必须要说，今天民进党党团的版本的修正动议。的第三项已经退到只是给交接小组协商这样子的法律强度啊。那我个人是，如果民进党团愿意坚持的话，我个人还有时代力量也愿意支持啊。因为我老实说哦，按照整个宪政民主的民主正当性。刚刚所讲的那些学者，他们所表示的意见呢、啊，已经非常的清楚。那就争议性的，也只是交给交接小组协商。这种，我要该怎么形容？非常软性的机制啊，其实我蛮惊讶的。我今天看到民进党团的修正动议，竟然会退到这样子的一个线，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去反映出来了民进党他们的诚意了。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本来时代力量针对于国民党在2008年也是认为要由总统当选人来认定争议，那民进党本来的条文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提出那个立法上面的设计啊，就相关的争议由国会来加以处理。那不过现在的设计是，如果连民进党都愿意让步到这个程度，只是交给交界小组协商，那协商以后又没有任何的法律效果的话，我会觉得可能第三项这个已经退到这样子的底线了，希望能够坚持住。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个人的意见，我一开始其实如果各位注意听的话，那个黄委员那时候不知道来了没有，我的意见是这样子了哈。因为我一开始我提出来说，这个我跟这个宋副秘书长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有提到这个问题啊，他也同意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把缔约或者是签订协议跟处理这个争议性的这个预算或者是政策摆在一起，由总统跟总统当选人去解决是很怪啊。所以我那时候有提到说，我觉得在预算跟政策的变动上面，应该是用时代力量那个机制，是我个人比较倾向。然后另外呢，这个缔约跟签订协议的部分，那么回到总统跟总统当选人的这个层次去处理，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啦。好，来，请说。把主席如果愿意支持这个方向的话，给我10分钟，我马上把条文写出来，我一定结构分得很清楚，就完全按照刚刚主席裁示的那个意见来拟。那我们可以继续再讨论，还有没有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说一下，来，谢谢。副秘的意思，我是跟他说这是一个问题，他同意了，他说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机制去解决。但是对于我们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法，那个部分我们没有提。好，来，请说。谢谢赵伟，还有各位委员跟大家报告哈，就是国民党的修正动议啊，它是一个总括性的条文，它是针对说新增的重大政策、特别预算、还有缔结条约、还有两岸的协议啊，要先咨询啊，所以它是把这个从重大政策预算到条约跟协议啊，都放在同一项内啊。那因此呢，今天看到这个民进党团提出来的这个修正动议啊，在第26至1页的，它是拆成4项啊，拆成4项。那因此它的第一项是缔结条约，第二项是预算。那我想刚刚赖委员都有特别分析过啊。那因此，刚才在休息时间我也在想啊，那假如说是把条约缔结是到咨询啊，但是这个重大政策预算啊，这个我就在想说，是我们现在实务上啊，事实上也是透过这个交接小组啊，有做一些意见的表达啊。那事实上，有些部会呢，也有做了一些处理啊。那刚才熊副秘书长也特别提到，我们现在大概分4类啊，有一类呢就是，送交接小组。那另外一类就是留待新政府决定，那当然也有持续推动，因为看这个实际政务的需要。那因此有在想说，是不是这个修正动议的部分啊，能够看是不同两个层次啊，一个是这个条约缔结跟这个协议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重大的决策跟预算的部分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那另外我再顺便报告一下，实务上啊，就民进党这个假如分4项的话啊，那在刚才前面主计总处的同仁也都有报告了，都还有那个政委员也有指教啊。现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些计划跟预算呢、啊，它都有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这个作业程序啊。像预算的话，8月底一定要送立法院，那它一定是在啊这个3月4月间就要筹编啊概算。那到刚才主席总会特别说明，到5月6月还可以再修正，但是呢，这里面就变成算是说，你也不能等到5月6月再筹编呐、啊，那一定要预做准备啊，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来得及。计划也同样是这样，那假如通通像这边所说的这个不得新增计划的核定啊，那会不会到了5月6月啊，
行政部门啊，在时效上也没办法配合，更何况啊，像有些延续性计划，像上个礼拜我就看到卫福部的艾滋病防治的第四期计划还是第五期啊，那就是他已经执行了。那假如说你现在不核定这新的第四期，那中间就有这个空档了。那行政部门是不是在行政作业上也有些困扰啊？所以我在想，这里面呢，假如说简单的就回到预算法跟预算编制的相关规定啊，那反而是有弹性。假如写的那么细致啊，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它的用意，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反而限制啊一些正常的行政运作？那以上大概几点跟大家报告。好，顾委员。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先抛开第二项跟第四项不论的话，第一项在处理的是总统愿意先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嘛？那现在就是说你们咨询，你们也有一些把两个不同层次的，一个是总统的职权的部分，一个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部分。那也就是说，第一项是规定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要先咨询嘛，因为你们本来就有这样规定。现在就是说，民进党的版本只在加个第三项啊，就是说，那如果总统当选人认为有争议性的政策命令跟预算，他可以拟具书面意见，这个是由总统当选人这边提出来，然后呢交到这个交接小组，由交接小组来协商之嘛，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发动。那一个是我提出来，那跟你协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国民党的版本嘛，你们都同意要先咨询总统当选人的意见嘛，这是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子。那看看这样的精神，刚刚副秘书长也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是不是就分两项来处理？至少就这个部分的。好，来宋副秘。好，我想经过这样大家多次的指正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我个人看法是分两个层面啊，那也许就不会这个通通写在一起了啊。当然。国民党版的这个是比较，反而是比较概括性的啊。那假如说真的要分的话，那我个人也是不反对啊。那反正第一项最重要是做到咨询，那第二项的话就是这个交接小组啊。那事实上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条文里面、啊、也是总统当选人跟总统这个指定的人员组成的啊。那事实上是可以有这个机制处理的。我想。也许是可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不过就是这里面有些细的文字啊，像这里谈到政策命令预算，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法规跟计划啊，那会不会又知道另外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政策，什么是命令啊？这个我想假如那个从实务上用一些大家能够了解的字眼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以上再跟大家报告。好，谢谢。来，赖委员。我刚才听到那个熊副秘啊，好像有跟我们开示了哈，虽然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开示一下说，或者讲过说，现在其实民进党团所提的这四大项啊，大概你们现在交接大概都碰到了嘛，就大概都，所以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五年什么高教蓝图那一部分，那个就是因为总统当选人认为有意见嘛，我们就停下来了嘛，整个都停了嘛，是不是？还有些像什么说，我们就不要了嘛，就是你们本来要做的，后来也是因为，就是你们不能，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在交接了嘛，已经在交接，哪一部分是属于他的第几列第几，能不能举很具体的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很具体哦，原来他在讲什么东西，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我当下你们讲五年五年，我们不一定完全听懂了，不能让我们掌握一下，说你们在事实上，你刚才提到那个五年一千例是不是？那个就是很好的案子嘛，就很好的例子嘛。那个案子现在已经停了嘛，我们都很清楚嘛，现在停了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包括这个核电的问题，大概也是核一的问题，也是交给新政府来处理的嘛。要不要延议？像这个类似这个东西都是嘛，你们看是不是？你们把这个东西好不好？对，我想这个刚才特别提到四类啊，像是现在列入这个交接的哈、啊。像财政收支划分啊，像是这个年金啊，像是组织改造啊，那这个也都是当时交接要提出来，他要索取资料，那经过索取资料以后呢，那也都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复杂度啊，所以我想像民进党的这个也宣布说这个年金是由未来的副总统当选人还当召集人，那就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复杂度。
像这些的话，其实经过小组啊交接小组的机制啊，是有在这个提供资料，那有交换意见，所以这个部分呢，从操作上实务上啊，是的确是这样在执行的。那也有些要明确有列到这个交接小组讨论啊，那是在行政部门自己内部讨论的，但是我们也在等待说这个部会的对口啊都成立之后，那就可以进入深度的讨论。那以上大概再补充。还有哪位有意见？来，赖委员。我的意思是说，请两位啊，那个总统府跟行政的长官，是不是我们的是一项嘛，他们的四项嘛，能不能一加四除以二变成两项，对不对？就一项就预算方面，然后就把它条文化，然后大家再讨论嘛，是不是？就以这个不同层次的，就中央行政机关处理的是一个层次，那么总统这个另外一个层次，有关于缔约或者协议这一部分，那写法上那就很接近他们的嘛。那这样子是不是先讲好哦？你们写出来就代表 OK 的哦，你们可以接受的哦。你不要说因为写的时候你写好以后，到时候个诶这个没道理哦。你想清楚哦，你想清楚说你们这样写是不是妥当？哎，想清楚好不好？主席。主席，因为这一条涉及到的的确是最关键性的条文，那看起来本席是建议不宜，就是很仓促的，大家在现场，然后就马上写出来，是不是可以让行政，就是行政团跟总统回去商议，针对这一个，刚刚其实越来越归纳了嘛，哈，民进党恐怕也要再修一下自己的条文，那国民党团这边跟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这边也应该要再回去想一下这个条文怎么定会比较好。本席是觉得大家好像越来越聚焦了，但是在现场此时此刻很快用几分钟写出来的这样条文，本席是觉得不妥啊，慎重啊，因为是要长治久安的一个。不会了，我们都很慎重了，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对，所以我建议可以之后把那个条文。你十分钟到了。我看你都没在写，你有写写好了没有啊？刚刚我听了主席的才是以后，我就把时代力量的版本拿出来看了，看着我发现我自己写的条文，我一开始写的条文就是主席才是的意思啊，所以我就想说，你干脆就把我当初写的条文拉到现在讨论的范围，这样子就好了啊。不过看你们条文了，我大概只简单吼再补充一下意见啊，就是说。把什么总统邀到立法院提出报告并接受询没有了、啊、我讲的是第十条争议政策的暂停值，就是我们自己的条文啊，争议政策的暂停执行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真的聚焦的是在这个嘛，就协议的部分，因为后面有立法院可以把关嘛，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没有关系，只是说要不要再重复做规定嘛。那我相信现在大家讨论真的聚焦比较大的是在于争议政策的部分，就是刚刚主席有讲过的，就是你认为把它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条约，一个是预算，一个是重大的争议政策。那你认为预算跟重大的争议政策有争议的时候，交到立法院来处理嘛？那我们当初本来条文的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嘿，我跟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说这个黄委员意思是这样子哈。一个是预算跟不，一个是条约跟这个协议嘛，哈、哦。那条约跟协议呢？如果照，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既定的这个法律规定的程序。坦白讲，如果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修正来说，也不过就是把总统当选人意见再附上来了。那其实总统当选人意见，如果他有不同，不管是赞成或反对，其实他用其他管道也可以表达意见呐，立法院也会知道了。但唯一的差别就是。现在的两岸协议的这个签署的这个程序好像并不跟条约是不一样了，好，跟条约是不一样，这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这个改成，也可以把它改成审查，好，这个当然是可以处理。那第二个部分呢，所谓的这个如果他认为说有争议的政策，那在交接小组里面去讨论，坦白讲，这个不用写，实务上也可以去做，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啊，它也没有任何的解决机制啊，那其实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文。那所以呢，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刚才这个黄山委员所提的，那
你提的等于是把民进党的这个版本，这个所谓的这个解决机制啊，它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应该是这样讲。那所以呢，我能不能这样子建议，就是说，除了这个两个之外，还有一个是新增的部分，它会不会有新增的部分？这个新增的部分可能不一定牵涉到预算的现在的预算的执行，可能不一定牵涉到法律的修改，它是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的宣示啊。譬如说，这个政府我举例了哈，譬如说正宣布说我三年都不涨电价，哦，那到底有效没有效是不是有效没有效是一回事了，但它总是一个政府的宣示，那你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宣示？或者说你现在发现有一个政策，我现在可能必须要改了，因为我不改可能是一个灾难。好，譬如说这个一个防疫的规定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必须要改了。好，那我不改的话，就刚才这个宋富密的这个举的类似的例子，我如果不改的话，可能会让现在的这个防疫出现一个大缺口，那时候怎么办？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在这个重大的这个争议的这个解决还没有去讨论之前呢，啊，先做一个建议了哈。就是把时代力量版本跟民进党版本，还有民进党的修正跟国民党的修正啊，三个做一个整合，来跟大家，跟大家报告，大家试着听听看了哈。就是先用民进党的版本这个部分，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中央政府于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订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意见，然后据点。好，这个是民进党修正版本的第一项的后。好，好，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好，与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订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意见，这是第一项。然后第二项呢，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中央政府，中央行政机关，中央行政机关。然后呢，这个部分，这个是民进党修正第二项，接到时代力量26页时代力量的第八条的第一项，的第二行，中央行政机关如有重大政策之提出或变更，应经立法院同意。好，在这个文字上可以大家再斟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中央行政机关，如果你必须要提出重大的政策，重大的政策或者是要变更的话，你应该先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中央行政机关了。他本来就接受立法院的建议。不是啦，但是有的政策他本来是不用经过立法院的，他有的政策他本来。以我们现在对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实务上的这一种互动，任何行政院它一些重大的政策，立法院都可以在我们的院会通过一个全体委员就是同意的这个，不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决议去约束行政院。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哈，除非我们是要约束总统的，要不然如果是行政院的本席是认为本来就已经立法院要监督行政院，任何来自行政院我们都可以监督。是的，我们监督往往是在事后监督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监督往往是在事后监督。我们的这个处理是用时代力量的这个精神，就是说你要提出重大或者要变更重大政策，我们给你一个门啊，让你去走嘛。我们如果照有委员的意见是通通都不可以啦，你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提出重大政策呢？你只出例行工作啊，你怎么可以去变更重大政策呢？那我们怕这个中央行政机关他会有遇到这个可能必须要处理的状况，
那请你在提出或者变更之前，你经过立法院同意，这叫做行政跟立法嘛，对不对？主席，我是建议了哈，就是说，当然一开始你都有一直提到说，总统交接条例要有一些防弊的精神在，这个某种程度我也同意。但是我们讨论条文的时候，我也希望是基于事实，跟我们过去运作的原则，大家来定有没有必要的立法的内容。因为如果按照过去，我们可以看嘛哈，或者是说，请麻烦大家举出具体的实例，到底从过去到现在。在这一种交接期间，从总统当选日起，然后到这个新任总统就任，过去我们已经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现在马英九，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任何是属于行政院的重大事项，立法院挡不下来的，而且行政院宣布就过了？有糖业协会，什么什么？糖业协会脱离台糖，那就经济部核定啦。那经济部核定了、啊，那没有错啊，那在总统投票完之后核定的、啊，四月核定的、啊，后来你们打官司，从民进党时代打官司到现在啊，打了十几年了、啊，怎么没有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那就是说是重大政策，它需要一个去认定，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做非常条例的事给你认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没有可能定的那么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依据。我可以告诉你说，哎、啊，你这个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嘛，对不对？没有，没有，对不起啊，我们这有一些不是我们立法院的权，像经济部去核定这个糖业协会的那个台糖提出来那个糖业协会的章程的修改，那是经济部的权呐、啊，他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呐、啊。是不，对不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要我们要有一个在法律上面的一个保障嘛。好，那你要我举例，我举的这个例子，你也可以反驳我。对、哦、主席，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了哈，那个例子它是发生在因为是政权交接，所以它发生的特殊案例，还是它原本就是行政权的一环，本来就是你立法权这边没有办法去介入或者是干涉，那是属于它的行政权。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权力分立的精神哦。我们今天是在讲说，在交接期间会发生的特殊的事情。我不知道主席所讲那件事情，它是在平常也会发生，就是说本来在行政权底下，它有一些部分就是行政裁量权，它可以去决定的事项，不是立法院可以去介入跟规范的事项。跟我们现在特别是总统交接条例，我们要讨论的是说，在交接期间特别会发生的，要去防范在交接期间特别会发生的事项，那个会是什么？王委员，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我们要求他，那是我们不应该。那法律做了这样规定，那我们就是法律对我们的授权啊，那有什么不对呢？是啊，所以我回答你，我回答你的问题嘛。你要我举例，我也跟你举了一个例子，它过去曾经发生过，我们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发，我不管它是什么时候，好、哦，我不管它什么时候发生，即便过去没有发生过，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了。就是本席一直在提的一个原则嘛，我们要不要用一些想象？各位同仁还有哪位有意见？来，顾委员。就是说，刚刚主席提到的说，经过立法院会决议来暂停执行的依据，就在于说，立法院依照宪法的63条，它有一个所谓的对重要事项可以决议停止的权限呐、啊。那如果说可以用这一个来把它规范到这里来，那仿这一说时代力量这个条文，然后引用这一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第7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就宪法63条的这一个所议决的议案，这议案有包括立法院认为重要的这个事项，那要求能够要求行政院要停止下来的话，那就是经过这一个二读会议的决议就可以直接行之了。那要看要不要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可以，但是坦白讲，有些状况是立法院未必会知道的，事先未必会，就是这是即便是事后也未必会知道了。他如果按照国民党版的，他要先发动，他要先咨询嘛，他要先咨询就新增的重大政策，或者是他认为的这些重大政策，他要先咨询。那另外一个反面言之，就是总统的交接小组，他如果发现有这样子的争议性的重大政策，他就可以要求去进行协商，然后进而可以要求立法院发动这一个重要决议。把它停下来，这样子，
看是不是这样，用这样子的三面来处理。一个他要先咨询，另外我们可以提出来要求协商，然后另外可以请求立法院来决议停止。我不晓得，那其他的就按宪政惯例吧。哇，你如果是在其他的这个法条里面有规定的话，那我们在这边等于是不用定，对不对？你只是在那边提醒。因为特别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因为提到交接期间，交接期间确实跟一般的期间有一个看守的状态，所以对这个的重大事项啊，有一个我想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有一个比较要求他要交接的概念，而不要行重大政策的概念呢、啊，我觉得。同仁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来，赖委员。就实务上的运作了哈，从116到现在啊，这个事情几乎都不用麻烦我们立法院啦，几乎都是只要交接小组划下去的，几乎都照办的啦。目前是这样子啦，我想对一个正常的一个政府体制来讲的话，那么都准备要交出去了嘛，所以新的主人要进来了嘛，新的主人有什么样的意见，基本上大家都尊重啦，基本上。我想也不会说弄了新旧之间，各位他们立起完根要送到立法院的做裁判，这里面啊，我认为发生几率很低很低啦，哦，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其实有时候建立宪政惯例是蛮重要，像最近这几个整件事，我们都看得到嘛，好几个我听到行政长啊，这搞行政务了，啊这搞行政务了，好几个都这样子嘛，包括那个什么那个 NCC 那个案子啊。我说就交给新的，你们有意见就有意见，就这样子，几乎都照单全收了嘛。这个旧政府几乎照单全收，新政府或者新政府相关的整个的新国会的几乎的任何的这个要求，几乎都照单全收嘛。我目前状况是这样子嘛，你讲什么？宗家嘛，我调是宗教嘞，哦，所以大概我觉得就调看怎么从这个角度来写啊，大概写的不要太。感觉说太这个太过头，其实我们也都不会有太大意见啦。你现在来看的话，总统府我本来以为你意见很多，现在发现你意见很少啊，这怎么样？对不对？他这意见很少啊，所以就看我们怎么对嘛。他的意见都你在替他表达。来，这个顾委员，你那个刚才那个建议，你能不能把它条文化，好不好？来，那个优美女委员，然后黄国昌委员。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后不管来谁跟谁交接，反正就是依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因为以前依照的就是说好那惯例，可是那样的惯例事实上是当有一方没有诚意的话，其实一直会有纷争扰攘。那另外现在就是说好，现在是变成全民必须要去监督，就是说去事后发现说啊哪件问题有问题的，然后再去抗争，然后才说好我们接受。那变成是说全民必须要去像个 spy 一样。那其实我们这里要定的是，我们把这些的游戏规则、原理、原则定出来以后，大家就是依照这个，就整个社会不需要去花那些的成本，在那里一个一个去把它列出来。我觉得这我们不要的是这个东西的。谢谢。来，对不起，黄国昌。刚赖世宝委员讲那个，目前马政府啊，在针对很多重大争议政策所表示出来的善意啊。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那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正是因为希望在规范每一个政策的时候，它的立基点都是不会把制度正常的运作奠基在单凭人的善意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建立制度的必要。那我也很未来，如果说像类似最近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总统愿意表达出这么大的善意的话，那在我们现在的机制之下，到底这些争议要怎么处理？我老实讲，我们目前现在的法律架构头会非常的大，那因此我们现在在规范这些政策的时候，倒不是说在指责现任的政府针对很多重大的争议政策他还要强行推动，因为我们过去看了这段时间，最起码马政府没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我们现在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展望的都是未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期待未来每一个现任的总统都可以表现的跟马英九一样温良恭俭让。那这个正是我们现在要去制定这个制度最重要的目的。那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都很赞成其他委员刚刚所讲的，把自己放在无知之幕当中，不要去想现在或是未来是谁，而去想说，那当这个运作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法律架构下要设置怎么样的纷争解决机制，要设置怎么样的纷争解决机制来加以解决。谢谢。好，那另外，那个法制局有什么建议吗？这个比较接近是立法政策，所以法制上我们的建议，其实刚刚顾委员所提的是大法官释字520号所讲的。大法官释字520号已经告诉我们，宪法63条立法院的职权，那在修宪之后其实没有变动，所以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16条、17条。尤其在17条有告诉我们，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项发生或施政方针变更的时候，行政院长要到立法院会提出报告并被质询。那什么叫重要事项发生？大法官说是指发生宪法63条的国家重要事项。什么叫施政方针变更？它指包括政党轮替后重要政策改变在内。所以刚刚主席的讨论其实就民进党版跟国民党版的意见看起来，在第一项地方其实已经整合成，它就是变成要咨询。那在第二项跟第四项部分，民进党版第二项跟第四项是处理预算的部分。那第三项部分，因为主席刚刚也讲得非常清楚，其实没有任何的法律效果，因为就丢到小组去协商，所以第三项其实可以不用考虑。那剩下就是民进党版的第二项跟第四项，我们要不要把它整合在一起，还是就是维持现状？那如果维持它的这个条文的话，可能是在那个，其实在第二项民进党版的第二项这个地方，可能跨年期这三个字在现行的918部法律里面都没有出现这样子的法制用语啦，所以其实他讲的是新增计划。那新增计划部分在预算法54条，还有国际机场园区的发展条约第11条都有这样的用语。所以如果讲的，其实刚刚主计总处所担心的是，这里面只有讲新增计划的部分，还有因为新增计划所产生的那个预算的编制部分，所以民进党版的这个第二项看起来，如果政策上有必要是可以加，但是在第四项的地方，刚刚曾铭宗曾委员有提到的是啊，如果有紧急事变怎么办？那这一项其实是跟预算法61条有关呐、啊，所以如果这一项要保留要定的话，我们会建议参考预算法第22条跟88条加一个但书，但因紧急灾害动之者不在此限，可能就不会有刚刚曾委员所顾虑的问题。以上，谢谢。主席，我有意见。好，王委员。针对刚刚法制局的意见哦，我觉得前面的大概我都同意哦，他诠释的蛮好。但是针对预算哦，最后那个原来民进党提出来的第四项的部分哦，我刚刚也有补充说，不是只有重大紧急灾害，每一个预算有它的特殊性。我刚刚有讲，有的预算呢，它的框列它就是上半年就要执行完毕了，或者它的特殊性就是在上半年发生，它没有办法每一个预算你都是用平均12个月份的概念。是来均摊的，不是每一个计划都是我从头到尾，从1月到12月份我平均这样子来执行的，所以这样子的写法本席还是觉得是有疑虑有问题的，这可能会造成，我觉得行政单位可能要再出来说明，各部会都要出来说明。这个我了解了哈，就是说立法院的修正的版本的部分应该要参考其他委员的意见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立法院通过之预算，那么因为它的这个可能种类非常之多了哈，还有不同的状况。那我们对于特别要防止发生的是哪一个部分？好，那么他有可能到底是哪一部分？他坦白讲就是怕你先把钱花完了，你整年度的钱都把它花掉了。他这应该是用一年的，或者是说你其实不急着在这个时候来做的啊。譬如说我曾经提过了这个台铁的采购案啊，1000亿的采购案。我这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公告，然后招标。哎，你说他这个是有违法，他没有违法。那可是你为什么急在这个时候做？为什么在你为什么不晚2个月来做？可能大概意思这样，你就把我你这是十年的预算1000亿的预算，你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招标出去，可能就把它花掉500亿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呈现呢、啊？好、哦，这个可能预算两个字，可能恐怕没有办法。他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来请主计处。
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是这样子说，我们预算通过总统公布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办这个预算分配了。那我们也这个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就是说它要分配的方式要依照我们主计机关的规定。我们有预算分配的注意事项。好，那这个即使是经常性的经费，其实按月份比例的情况也是很少了。比如说我们立法院好了，我们会期是2到5月跟9到12月，经费的发生一定是这2到5月跟9到12月为大宗嘛。好，即使是水电费。夏天比较多嘛，冬天比较少啊，所以这个按照比例的经费其实比例并不高了哈。那我们的加班费也是一样啊，就每个单位都有它的高峰期嘛，淡旺季。好像国税局它5月收税，它一定那时候的多啦。坦白说，如果照我的想象，这个经常性的支出其实还比较不需要担心。你比较可能他民党的提案的这个版本，可能要去比较想要防止的是重大的预算的执行啊，还有可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它这是一个10年的一个计划，结果它在今年就开始把你花掉一半，类似这样子。我只是举例了哈，类似这样子的状况。那你这个状况你要防避，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在文字上面可能另外再做处理，好不好？好，好，各位还没有其他的意见？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想，各个党团跟各个机关也都分别表示过意见哦。那么我如果各位的意见可以把它比较具体的文字化的话，譬如说这个顾委员的意见，这个黄国昌委员的意见，或者法制局的部分啊，法制局的部分，如果您刚才讲的这个可以把它条文化的话，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好，那是不是还有哪一位还要再提出这个其他的意见？如果不然，好，顾委员。再请各位指教一下，第一项就是说，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自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或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第二项。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自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就任期间，总统当选人任有争议性之重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锁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啊据点，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立即暂停执行。该有争议之重大政策或预算，就因为来那个郭市长，你要提意见吗？那个后段如果照顾委员意思，是把它变成但立法院会决议者应依其决议办理。那个主席啊，好，来另外，我想因为。我们应该哈、这个让我们这个行政机关哈、包括顾律师哦，包括我们这个法制局。林委员，我知道你意思了，我们这条保留了。对了，我知道，我知道，这条讨论到差不多了。对了，好，我们这条先保留。因为让他们研究，我知道，好了，让他最后决定以后再来。林委员，我再来一次，我们这条先保留。那么林委员的这个不，刚才顾委员的这个意见，经过法制局的修正，顾委员也同意。那么。麻烦这个把它书面化，我们明这个下一次讨论的时候、对的，然后拿出来研究，然后认为最适当的，那么再来弄。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这边啊，可能要跟顾委员再确认一下，好不好？确认一下条文哦，你拿回去研究。好，我们第八条保留，对不起，第九条保留。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时代力量版本的第九条，交接期间行政命令之审查，还有交接条期间之缩减。来，交接条期间行政命令之审查，黄委员，你要不要说明？没有，因为在行政权的发动的时候，有很多是透过行政命令、透过法律的方式的，其实并不多。那在当初设计这个法律版本的时候啊，是希望就有关于在我们本来所定义的交接期间当中，
的一些行政命令，那都能够是以审议的方式啊，交立法院来加以审查的方式。那不过我大概可以了解啊，这个委员会讨论这个法律的版本的脉络，大概到刚刚为止，如果是采用刚刚那样子啊的立法例的话，可能会接受时代力量所提出来这样子法律的设计机会不是很高了。那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大概就是在整个立法院的审议过程当中有留下这个记录，那我们曾经提出这样子修法上面啊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去处理的方式啊，大概是在尽量的尊重总统还有行政机关在宪法下面啊的行政权，那尽量不要去侵害总统他在任职满以前的行政权，那同时可以兼顾立法权的监督所做的一种针对这个特殊的时期啊的折中式的立法。跟这个黄委员说明啊，因为时代力量版本的第六条、啊、关于这个监督委员会我们是保留，所以第九条这个也是牵涉到监督委员会的职权，我们一并保留，好不好？好。然后时代力量版本第十三条的部分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直接保留了，好不好？好，因为这个可能争议比较大。好，那么接下来是第十条，就是例外规定啊，这个就刚才顾委员有提出来，这个各个版本都有同样的规定啊。那么是不是看起来差不多？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总统现任总统连任时，现任总统他不是现任总统，他也不会连任了、啊。好，对了，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好不好？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第十条就通过。总统连任时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然后接下来是施行日期。本条例之公布日期施行不了，这里有几件事情。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上面那个十一条。十一条，哦，对不起，我没看到十一条。哦，施行细则。对，我们的修正动议二十八页。在二十八页。好，二十八页施行细则，为什么？请问说明一下好不好？那个行政院，来，这是你们的意见，请说明。赵委还有各位委员哈，那这个施行细则这个部分呢、啊，跟前面几个保留条文其实是密切相关了哈。那因为假如前面说什么什么另定之，那一定要施行细则，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话啊，那这个我们很客观的条文保留了，好不好？我们看前面条文怎么定了，好不好？那这个条文保留，然后第十一条保留，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就用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今天们啊，主管机关，我没关系，我先跟大家说明现在的状况哈。第八条修正通过，第九条保留，然后。时代力量的版本，不，第九条保留啊。哦，就只有监察人，不有了。这个监察人，来，对了，对，没有错。监察人来，那个行政院要不要说明一下？刚才经我们同仁请教这个经济部啊，公司法主管机关，他是说这个加这个赖委员所说的董监事啊，应该可以哈、啊。因为大部分的董事监事的任期啊都是一致的。好，好，第八条的文字我们就请这个、欸、主席来，请说。我民进党的最后有一项啊，违反前项规定者，其任用、迁调或提名无效，这个不要规定的。
好，对于这个包括民进党包括亲民党的版本都有这个规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个人事行政总处，这个你们或是全序部啊，就是那个任用法里面那个违反的效果是什么？坦白，对不起，让我说明好不好？其实公务人员任用法有没有这个规定说任用无效？有没有做这样子的规定？有没有？有吗？对，让我处理了，好，不好意思。全局部说明一下好不好？是是是，来，请说。是没有规定，但是违反强制规定，当然就是无效。是，那其实是不用规定，好不好？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好，那我刚才那个条文，那个法制局，你能不能再念一次？第八条第一项，总统即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级机关政务首长，自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起，至其离职日止，不得依其职权任用、迁调或核定下列各款人员：一、依公务人员任用法相关规定任用之人员；二、依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任调职之上校重要军职以上人员；三、公营事业、政府投资之民营事业，代表政府出任社团法人或政府捐助财团法人之负责人、经理人，但公营事业、政府投资之民营事业为上市柜公司，因董监事借其改选需要者，不在此限。第二项，前项第二款及驻外人员之任用或迁调，必要时得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第三项，考试及格人员分发任用，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以上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今天审查这个第八条就修正通过，第九条保留，时代力量版本的第九条、第十三条都保留。然后呢，第十条通过，第十一条保留，第十二条通过。那么我们这个另外会择期继续啊，我们会择期啊，在对今天保留跟之前保留的部分，那个来继续逐条审查。今天感谢各位，散会。